早安各位，早。对，现在是早上的5:45，然后这么早出来就是为了看日出，然后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看日出，反正就是要去往东边跑，找到一个平台的地方我们就去看日出。今天日出时间是6:38，所以我们要赶快了，还有半个小时。我们终于开到了一个看日出的地点，然后现在天已经有点亮了。现在已经是6:30了，我们要看你走了嘞，不然出来了。累了，不要走了，好累。为什么我不把车子开上去？这个感觉就是轮子啊。是啊，可是是战车的轮子啊。好像是哎，可是我怕我去开进去之后。他也有办法推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后面这样录你啊，这个 view 很像那个，有人那个，对对对，有个超很多草丛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这么猥琐？你猥琐？你确定我们的车子？你记得我们车子在哪里吗？看着它，记录它在还在这里。Yes。好。我们刚刚掉到那个。大水沟，你看那个大水沟多大，就是这么大。你脚现在是湿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头而已。呦呦呦呦呦！他那大水沟，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走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我这里有脚印，我要踩过去。”然后结果一秒就滑下去了。啊哈！所以不要相信前人走过的路，走自己的路就对了。哟，好，我们开航拍。其实刚刚那个因为太多乌云然后下雨，其实没有拍到什么日出，所以我们现在又跑回来最初的 Wilson Bay。 我们来了这个 Wilson Bay 大概3次，可是还是不同时间来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。你看现在超美了，我们其实现在坐着这里发呆在吃早餐。水超清的，看起来就是超级清哎，试看看能不能喝。咸，有一点咸，可是又不是很咸。这是湖水吗？啊！呜，吓死我了！北京烤鸭哎，嗨！哦，吓到了，突然进来哦。放进来我的镜子，哇，吓了我一秒，哇，嗨 ，Hello， 北京烤鸭。几岁了？我这次不让你去，第一次就开得到，我爽。
买到我们的早餐了，超香的。我们买两个 burger， 一个咖啡，他就送我们一个小冬奶嘞。你看，吃掉的冬奶啊。嗯，还蛮好吃啊。对啊，我看一下他这个是不是那个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好吃。Instagram 有一个。你看这里很多北京烤鸭，你看。Instagram 1600追踪。我们要现在要享用我们的早餐时间喽。介绍一下我的早餐是 Salmon Benedict Bagel， 讲中文，三明鱼班尼迪克蛋 Bagel， 哇！然后他刚刚加超多三明鱼给我的，就鲑鱼，超级多，他就是怕我吃不饱的样子，然后放超多三明鱼给我，哇，超赞！你看，这三明鱼已经爆出来了。也是我吃东西时候啦，好紧张哦，好好吃哦，好吃吗？超好吃的，你要吃一口。嗯，很好吃，这酱很对。哦，嗯，好吃。哎，我的超好吃的。嗯。让你的心像刺鱼。再配一个龙卵。啊！我们在吃那个这家泰国餐的时候，发现一棵树，它的刘海超齐，故意跑回来拍给你们看。你看，那超齐的，这里比我的刘海还要齐，好可爱，这棵树超可爱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二个景点是一个私人的景点，信箱街。这条街是那个建镇跟皇后镇中间的一条路嘛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刚刚路过。这信箱都是每一家每一户，然后他们会自己设计自己的特色，这样就比较方便邮差送那个信件。因为像进去每一家每一户这样找的话会比较麻烦，所以他们就自己放出来，超可爱的。我们找一个很可爱的，再看一下。这个是你信箱吗？是咖啡机耶，不知道能不能动。哦，超酷的！你要不要你以后信箱这样好不好？对啊，超酷的信箱。然后这里有个鞋子，太夸张了吧！我找到你信箱了。在哪？啊，好可爱 ，Sylvie， 超可爱，超可爱的。哎，我们跟 Sylvie 是真的超级有缘。真的很有缘分哎，哎，好多我都很喜欢哎，这个也很可爱，这个是一个小 bus， 然后这里有一条鱼，
哎，有人在信送信了，你看，他在送信。这什么？好可爱的。然后这个还给在椅子给他坐着。真的这个酒哎，真的哎，超酷的七号 ，Hello， 小小的 library，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书。Hey，Disneyland 哎，小熊维尼的书，哎，超可爱的，还有谁？哎，过来看一下有什么书。No Rose。书啦，有什么特别的书啊？很多哎、欸。好了，你不要记性。这是儿童的书。写的。好了，这个景点结束，拜拜。我们准备要去搭缆车了。然后我刚想了很久，我们终于想到它叫什么名字了，就叫做 Wilson。Wilson 很帅，这名字 Wilson， 嘿，Wilson， 哎呀呀呀，超可爱的，然后。然后这个是 Skittle 是我们的航拍机的名字。好，我们去搭缆车吧，拜拜。哦，慢的，帮我背着 Wilson 啊。哎，你知道 Mora 的 Fry 是那个吗？全部都是 vegan 的东西耶。你知道 Australia 有一家叫做 Mora 的 Fry， 它在 Central 那边。哎， Wilson， 它是从 Australia 开始。走吧。里面太多人了，我没办法去了，我们就在门口拍照吧，拜。超多人的里面，然后现在已经11:30，我们要好像要1点到就要到机场，对啊，然后超多人排队，说呢，我们还要去寄明信片。摩擦，这个美丽的街都是，台湾没有人，好，我要把最后的油贴贴上去，然后哦，刚刚买了几个超美的，超可爱的，然后这些是舍不得寄的，拿回去放在我的以后的工作室吧，超美的这个。好，我要再寄一个给我朋友，之后我们就开车回去机场。先写一下。唉，每张都很漂亮，很喜欢，然后舍不得寄。可是，其实这个是最舍不得寄的，然后不小心写一写把全部写出去，因为这个是那个我们开飞机那里自己出的一个明信片，可是写不小心全部寄出去，然后寄都没有留。所以收到明信片的你们，记得要珍惜我的明信片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，自己也没有，我送给你们啊，没差了。然后写明信片，本来说寄一张，结果寄了这么多张哦。你要记得他们，你们看一下哦，看看谁会收到自己的，这个超可爱的，我真的超喜欢。谁收到拍照是还给我，对，就是这样。1点钟了，我们还在这里玩。3点的飞机，1点钟还在玩，要去找车子。我有点忘了我们车子停在哪里耶，你还记得吗？上去上坡啊，是上坡，我们走下坡下来的。白啊？我们不是走下一个下坡下来的吗？没有啊。对啊，欸、是这里啊，真的、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车子在哪里啊？不是啊，你记成刚刚了啦。真的在那边左转啊，因为我刚刚那个拍照。是吗？对啊。哦，管他的。你看这里很像日本哎，走开的车子。看这里超像日本，樱花、雪山、爱丽丝。爱丽丝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车子在哪里了？哦，差一点忘记。
还不让我找到你吗？通处乱跑，哦，找那么辛苦，就是找你。哦，累死我了，找你找到，找了十分钟。到青山的。对，找。好像好可怜哦，你拿那么多哦。我拿着 Wilson 就好了，你东西都给你拿吧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说什么？我不是讲很大声吗？看你年纪大。然后呢？你刚不是这个语气？年纪大。大。不想跟你讲。好烦哦你，我觉得你很讨厌哎。我觉得你。怎样去完旅游都不要我了。